前两期视频我们介绍了穆什塔格的基本情况，接下来的两期视频我们将介绍具体攀登的过程，分为营地的情况、路程的情况和具体行程安排三个部分。穆什塔格的攀登过程漫长，过程中有非常多重复的路段，并且有不少时间是在休整，因此逐天介绍攀登过程的方式不适用于穆什塔格。本视频会先介绍从 BC 到 C3 营地的情况和营地之间的路况，然后按照时间顺序粗略地梳理整个的攀登过程。攀登超过海拔7000米的山峰，所居住的大本营的配置就和6000米几级以下的山峰就有明显不同了，看上去更像一座临时搭建的小城市。如果不需要回撤到塔县等待攀登窗口期，这里将是多支队伍共计150余人，共同生活20多天左右的社区。每一支队伍都有自己的区域，公共大帐、卫生间、厨房和库存区域，一般会配备24小时发电机。高端一些的队伍还会配备公共淋浴房。帐篷的形态明显区别于高山帐，更像一座小房子。进入帐篷，成年人可以直立行走，如果一人一帐，在里面布置一个书桌也不成问题。在大本营的时间，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度假的状态，没有训练任务安排的时候，主要是聊天、看电影、打牌等娱乐活动。在穆什塔格的大本营可以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画家、吉他手、摄影师，在山脚下艺术灵感突然爆发。也有不少女生利用休整期的空档拍摄比较有特色的照片，身着比基尼，脚踏大黄靴。介绍了大本营，再介绍一下塔县。如果出现了由于天气原因需要长时间等待攀登窗口期的情况，则可以返回距离红旗拉普口岸12公里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，也简称为塔县。红旗拉普口岸是中国和巴基斯坦路上的交通枢纽，塔县是西汉时西域36国之一普黎国的所在地。塔县其名称的含义为石头城，县城里也的确有一个石头城可以参观。城中居住的人主要是塔吉克族人，本地经营的餐厅主要以烤肉和手抓饭为主，一般下午就停止营业了，就餐环境相对肃穆安静。少数几个汉族人经营的餐厅多为川菜，营业时间持续的比较晚。县城里的酒店性价比比较高，良好的餐饮配备和住宿条件使得在塔县内休整的几日颇为安逸。大本营以上的营地没有过多值得介绍的地方，与其他山峰的营地没有什么不同。其中海拔为6200米的 C2 营地可以俯视云海观看日落，此时此景会让人觉得人生值得。随着海拔高度上升，帐篷的配备逐渐紧张，同一个帐篷里容纳的攀登者的数量也在攀升。最后提醒一下， C2 会有很多的滑雪爱好者在这里露营，这是因为 C2 到 C1 基本上是一个大雪坡，也有不少攀登者在冲顶结束之后从 C2 滑雪下降到 C1。从图表中可以看出，大部分路程都是在冰面上行走，需要穿戴踏雪板。有同学可能会问，冰爪不可以吗？答案是可以，但没有必要。由于没有技术难度，不涉及横切、攀爬冰壁等操作，冰爪不仅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，在防止陷入雪面的功能上也不如踏雪板。值得说明的是，冰雪路面全程都会插路标，行走的时候要跟随路标和前人踏出的脚印。这些路标都是协作队先前验证过的安全行走路径的标志，而其他地方存在着大量隐患，在浮雪下可能会存在巨大的冰裂缝，在 C2 C3 之间会跨越超大规模的冰裂缝，这些冰裂缝每年的情况都不相同，有的时候需要绕路或者架设梯子通过，这大大提升了攀登的体验感。本期视频主要介绍了穆什塔格的营地情况和攀登过程中的路况，下期视频我们将介绍完整的攀登过程。
我们下期再见。